有螃蟹吗？你看那个螃蟹洞那么大。哦，那个孔的里面就是有螃蟹哦。有的很大。我还不懂哦。在边上就会有，那就挖。海鲜市场，漳州的海鲜市场。煮熟了没？那边熟了再来一锅，晕死了，这都用那个筛子装了，用簸箕啊，簸箕，这才过瘾，还有这么多，两锅，要两锅，我还不过来煮得完了，煮不完再来一锅，不，好的，今天两锅煮完。等一下你们先去吃海鲜，等一下你们先去吃海鲜哈，走出去。哎呦来先出啊，等我炒个花椒啊，先出啊，自己抓他那个最大，去我来吃，开饭了啊。怎么可以这样子呢？